跟上，跟上。没事吧。我当时真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摔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亲眼见到他的牙就飞出来了，当时我看到，我就当时心里就砰砰砰，我特别紧张，我就怕他万一出什么事，我就赶紧把他扶起来了嘛。然后他，我看他脸上这都流血了。真的，当时我就吓死了。当时我的心情就完全不在那个节目里了。老师，老师，快把他带回去吧。是怎么了？是吗？摔了一跤。很心疼嘛，就自己的队员，而且还摔得那么严重，其实心里挺愧疚的。